之前也和李红利合作过嘛，然后就再次合作有什么感受？嗯，比较了解对方吧。婚花就是时常会犯花痴，你生活中也会有花痴的属性吗？嗯，会耶，但很少，必须得足够的帅。什么样的算足够帅？眼睛得足够的小。看剧的时候，粉丝表示特别想念你的大碴子味，能不能用东北口音和他们说几句话呢？我这不是一直东北口音在说话呢吗？哎，再说了，我一四川人，你们老让我用东北碴子口音跟大家说话，我四川的粉丝会讨厌我的。比如春花秋月合作的李弘毅，李弘毅吗？李老师颜值好啊，棒啊，多秋月啊，多有意思，长得。哪座城市的男孩子？这有分别吗？中国人就行，我喜欢中国人。什么样的算足够帅？眼睛得足够的小，喜欢不搭理我大脸，狂妄。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，记住了吗，臭弟弟？